以许愿者的存在为代价，便可造出许愿者所期盼之生。你的存在将作为代价彻底消失，今后这个世间将无人再记得。师父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七，你怎么哭了？我饿了，想吃鸡蛋面。你为什么这么爱吃鸡蛋面啊？因为今朝第一次给我做的就是鸡蛋面啊。小月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的心愿当然是和今朝永远开开心心在一起喽。七，对你来说我是什么人？这个人好熟悉。找到你了。别落如果有一天你的师父真的来找你，你会跟他走吗？他竟然可以跟其共鸣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与其而言，你是过去，他才是未来。不可惜，我的记忆是被你抹除的。如果我是一把利刃，那唯一的持剑人只有你。我跟齐的共鸣术从来都不是控制，而是我们俩之间的羁绊。齐昌，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和今朝在一起的，他不在了，我的记忆也没有意义。